这的工作真的要做啊，因为只要有做，就有改变的机会。只要有做，粪扫就有清一天、清好、清气的时阵啊。而且阿辉唔下安尼，我最近阁去装5000多万，予咱设备较无好的，可比讲民间，可比讲水利，吼，伊需要来设备的，阮拢甲装甲到。我要讲遮的工作，我是要予大家了解，南投要改变，需要一个会做代志的人。蔡培慧认真拍拼。会甲罗美玲，会甲蔡玉瑜，伫赖清德、甲萧美琴的带领之下，甲南投做好。啊，目前当然有未来的计划，我希望咱阿拜会使来搁甲咱的国道那个铁道的观光路线，除了集集线直达彰化高铁，可以来让水里跟象山可以有缆车来接轨。同时，我也注意到南投在观光跟农业之外，一定要来突破，而这个最大的突破点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扩展我们的工业区，或者是新社工业区，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来做科学园区，这每一项工作，我拢会甲管护共同来拍拼。